那个中国的美食是不是太诱人了？太大家好像真的好爱吃，让我看看印度湾有多爱吃。大的鸡腿，我一顿饭吃了四个，还吃沙拉呀，还吃水果。辣的，他很能吃，对，非常喜欢。我也吃油拌面，我很喜欢。潇湘拌面，所以是好吃的，特别好吃。那个是潮汕牛肉火锅很好吃。非常非常无敌，非常好吃。你最爱吃的中国菜是哪一道？我最喜欢的中国菜是好吃。所以林墨现在是要表演一个人一口吃掉一个蛋糕了，来秀菜。大家很爱吃的。